两只甲鱼。这两只甲鱼要怎么放？不要浪费了，都给老二吃，把收拾出来。这太能干了，也不是啥好事哈。生活条件这么好，甲鱼一只一吃就吃两只，太羡慕，太羡慕老二的生活了。两只甲鱼，虽然这个甲鱼体积不算大，但是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哈。这蚊子再小也是肉啊，好歹有两块肉在上面，是不是？一只，两只，这两只甲鱼做出来要取个什么菜名才好呢？才符合呢？天黑了，嗯，天黑了，老二也回来了哈，把这两个小甲鱼给炖了。小甲鱼是哪来的呀？啊？小甲鱼是哪来的呀？大马路上捡的。你见过大的没见过小的？见过大的没见过小的呀？没见过。小的好看吗？没见过小的，去你蚊子叔叔那里看，他那里好多。我都没见过这么小的了，那里都几乎都是中等的。吃饭，快点忙完了走吃饭，我帮你做了个硬菜，快点不要看了，吃饭吃饭。硬不硬？有弹性，有弹性多。别搞人家，一天天的。你才搞人家。哎，我帮你那个。你是天才。好菜。闻啥香的很，我帮你快坐下来，不要用手去摸，我帮你拿。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豪横的甲鱼，吃两只。你不要去闻，没有味道，就今天搞的那个，我就帮你拿那个八加一哈。不要动，摸着，等一下怎么吃？吃。够了，给我吃，他厉害，赶紧给泡芙吃。我发现这个女人真的很，呸！泡芙吃吧。看我给你搞了一瓶大的，你在干嘛？吃完了。甲鱼嘞？吃完了。最毒妇人心，还给我搞禁酒。甲鱼嘞？不知道，这里，哪里？这里，别告诉他。我做给你吃的。没有，你要又敬酒又甲鱼，我吃不消。你怎么这么脸皮厚啊？那个臭甲鱼做给我吃？没有臭。你自己闻。没有臭，就是那个味道。啊，这发现你这个。不是你自己带回来的？你说晚上做的吃吗？哦，臭了你也做给吃。不是你自己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自己收到的时候，你说晚上加餐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赶紧没菜吃。做那么好的甲鱼给你倒了，吃这个，爱吃不吃？这婆娘不是好人，千万不要得罪女人。吃饭。